呢两兄弟熟口熟面，其实佢哋就系 Kelly 嘅两个仔仔，虾饺仔刘星同小笼包刘心。一日唔见 Kelly， 两兄弟就由工人姐姐接放学，而欧善儿嘅仔女都系读同一间学校，呢日佢就有嚟接放学啦。姐姐，三年班啦，系啊，呢个六年班啊，系啊，哇，下年中学就唔使凑啦。我唔系咁有发现咩？好发现啊！欧善儿就话学校处于交通繁忙的地段，所以自己凑比较安全。行了一段路，他们先上到车，原来老公郭俊安负责做司机啊。